请掀开经本，乾闼婆网长行最后一句，看起第十句，普现庄严乾闼婆网，得善如一切佛境界。于众生安乐解脱门，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一多无碍，名为佛境。天王智达，故云善如。提示虽然文字不多，意思很明显。我们先来说一说一切佛境界。什么是一切佛境界？《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佛境界。特别的是在前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前面的六品经总共有11卷半的经文，我们现在所读的才是第二卷。这里面我们所见到的是虚空法界，形形色色，各种不同的族类，华严总共是9会切除。清凉大师的判法，李长者所判的是10会10处。我们一般修学华严的多半是依据俗抄，也就是清凉大师讲的9会7处，我们读的是第一会。第一会里面，世尊给我们说出40多个不同的族类，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多元文化。不同的国度啊，这个地方讲的国度是诸佛教化的地区，每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叫一个佛国度。一个佛国度通常讲的是一个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是一个佛国土。虚空法界里面像这样的佛国土无量无边啊，
佛境界就是佛国度啊，无量无边，族类无量无边，每一个族类又分许许多多的族群啊，像我们地球是一个族类，在太虚空里面讲是一个族类，可是地球里面你看按照这个皮肤来分啊，有白种人、黄种人、红种人、黑种人啊，那么又分作很多族群，每一个族群里面再细分越分越多啊，在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真的是不分故度，不分族类，不分族群，这么多人我们所看到的都过得这么融洽，这样的和睦，幸福美满，这是佛境界。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必须叫所有的众生都成佛，这个境界就落实了。这个境界，清凉在书里面跟我们讲啊，一多无碍，无障碍的法界是佛境界。清凉给我们说这部经，这部经里面讲了四种无碍。第一个是理无碍，理论上没有障碍。第二个讲事无碍，事相跟理论没有障碍。第三讲理事无碍，第四个讲事事无碍。我们今天呢，这四种都是障碍。理有障碍。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唯心跟唯物就要打架，这是理呀，理与理与障碍呀。事上的障碍就更不必说了。人与人之间天天起冲突，这就是障碍啊。理事不能圆融，事跟事矛盾更多更深，所以我们住的这个世间呢，是个乱世。佛在经上说我们这个世界叫五浊卧世。浊卧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障碍来的呀。障碍怎么产生的？障碍在管道不通啊。管道不通啊，障碍就发生了。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身体血气不通，人就要生病。如果所有的脉络血气畅通，这个人身体就健康长寿嘛。一个人如是啊，宇宙也如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啊，为什么要搞宗教的团结啊？宗教的和谐没有别的，就是依照大方广佛教诲去落实啊。华严没有别的，就是一切畅通而没有障碍。
啊，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读到的，人与人的畅通，人与一切万物的畅通，人与天地鬼神的畅通，丝毫阻碍都没有，佛华严的境界现前。那么到底呀，人与一切万物、一切众生能不能畅通呢？能。为什么能呢？因为都是以大方广起的这个现象。啊，大方广是我们的自信呐，不是别人。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大方广。啊，大是我们真如本性之体，用这个字来代表。啊，方是从自性里面起的现象。方的意思是说的方法，啊，这种种现象是什么方法变现出来的？广是讲作用，啊，性体之作用，现象的作用，作用太广大了。啊，所以大方广三个字合起来是什么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没漏啊！啊，所以虚空无量无边啊，法界也是无量无边，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从哪里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的。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跟识就叫大方广。如果真的一切通达而没有障碍了，我们的生活就是佛华严。啊，佛华严用现在的话来说，究竟圆满、幸福、自在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能够享受大自在、大圆满，什么原因呢？畅通而没有障碍。这一部经教导我们如何畅通无碍。所以经的末后的一品，入法界品，要我们证如啊。不仅讲的是理论方法了，最后一定要落实。啊，我们今天融合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就是《大方广华严经》的落实。啊，我们要把它做到。要做到，首先要把心量脱开。啊，心量太小，永远不能落实。大乘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州杀戒，那就是佛化言。所以我们心量要大，要能包容啊，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空法界是自己的家了，一切众生是自己的亲属啊。一多无碍，这个一不是独一，不是专一，任意，任何一法与其他的一切法决定没有障碍啊。我们佛经典是一法，那么在新加坡其他八个宗教他们经典这是多，我们佛经这个一跟他们所有一切经典决定没有障碍。如果你说有障碍了，是你不通，你才会有障碍，你要通了啊，没有障碍。我们自己思想行为跟其他宗教啊，宗教徒们思想行为也决定是没有障碍啊。那障碍怎么发生呢？障碍发生在不通啊，所以我们现在互相交流啊，常常在一起聚会聊天，就逐渐逐渐就通了，通了障碍就没有了啊，彼此不往来，我猜想你，你猜想我，越猜想障碍就越多啊。所以过与过之间要交通了，就能和睦相处，决定没有争执，没有战争啊。人与一切万物啊，我们讲的动物、植物、矿物啊，要是常常能够交通往来，自然灾害就没有了啊。什么洪水啊，地震啊，风灾都会没有了。所有一切问题都是我们不通而造成的。所以佛在这个经里面，这个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彻底贯通世出世间一切法。啊，通达就没有障碍了，就没有障碍了。这个里面世尊为我们显示的大原则是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像一棵大树一样，一切众生是里头的枝叶呀，枝叶再多是一个根生的，同一个根生的。这个根佛家叫自信，啊，叫真如，叫自信。啊，婆罗门教、印度教称作梵我，啊，大梵，啊，梵我，名称不一样啊。事实是一样啊！天主教、基督教称为上帝，啊，称为神，称为主，名称不一样，都是一桩事情。啊，上帝造万物啊，啊，造天地，造万物，啊，造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天地万物到底谁造的呢？
自性变现的。所以他们讲的上帝、讲的神、讲的主，还是佛教讲的自性吗？名称不一样吗？你通通搞清楚了，不就通了吗？通了就不打架了。原来我们说的名称，过人说过人的，最后说的都是一桩事情。还有什么好争的？这事就摆平了。没有通的时候，他们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佛教佛菩萨都是魔鬼。那不往来不交通嘛，这才互相猜疑。所以一通达之后呢，这才彻底明了了。大家欢欢喜喜相处了。然后再来看看一切经，各个宗教经摆在面前，通啊，它怎么不通呢？是少部分不通，少部分的不是不通，少部分是应机不通。每一个地区，你想气候不相同，地理环境不相同，人的生活方式不相同，要适应他那个环境，那个所讲的呢，那就是各个环境不相同，那是适应环境。行，枝跟枝不相同，叶跟叶不相同，追到最后根本是相同的。这是华严经的理念呢，所以能够融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所以今天我们在外国，跟外国一些宗教家、一些政府的领导人，我们常常谈到宗教与宗教之间和睦相处，族群与族群之间平等对待，我给他们讲，最好的这个方法是要教育，要教学，你不教他，他怎么会懂啊？不教他就是互相猜忌，麻烦就出来，要教啊。那么教学呢，最好的课本教科书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能够贯穿各个不同的文化，各个不同的思想，各个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今天在落实这桩事情啊，要落实，首先自己要起入。换一句话是，你自己步入法界，你没有办法了。你纵然相信，信心不踏实，你里面还是有疑惑掺杂在其中。断疑生信，一不起入境界不行啊。所以华严末后入法界品，我们自己要真正入啊。入就是佛家讲的正。所以我们从信解行，通过信解行证得了。起入了。我们心才踏实，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有成就。你自己不亲证这个法界怎么行呢？亲证法界实在讲就是经题七个字，全经就是这七个字详细的解说。
啊，用哲学的名词来说，宇宙万有的本体，方是宇宙万有的现象，相从体生的，体是能生，相是所生啊。啊，广在讲体相的大用，大用无涯了。啊，佛在这个经典里面给我们说这些大道理。啊，这个理你要不能够弃如，是决定有障碍。你要是透彻明白了，不但理事没有障碍，确实事事无碍啊！落实在现实的生活上，就是佛化也。啊，佛是什么呢？佛是能证之人。就是说，对于大方广圆满透彻了，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啊，要用现在浅显的话说，佛是一个明了、啊、真实究竟圆满明了宇宙人生的这个人。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啊，一丝毫没有疑惑。啊，这个人叫佛。华严这两个字就是说他的生活。啊，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花是比喻他的生活环境。啊，那么在这部经梵文原本的题目称为大方广佛杂花庄严经。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杂花那个杂字不要了，用个花；庄严的庄字不要了，用个严。啊，杂花，诸位想想，就是大花园呢。花园里面什么样的品种都有啊，叫杂花了。这个花园是什么呢？花园就是虚空法界。杂花是什么呢？就是里面的一切众生。啊，我们讲的不同的诸佛国土，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族群，那就是杂花了。没有一样啊，不是真善美慧也，个个都具足圆满的真善美慧。你要通达，你才会欣赏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啊，佛菩萨的法界真善美慧，你欣赏它。阿鼻地狱里头也具足真善美慧呀，啊，你也会欣赏他了，你也会很爱护他了。所以这个心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对遍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讲一切有情众生，一切无情众生，一个心看待啊。这个是佛境界，一切诸佛通过《华严经》的学习，都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的人多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能够证入。真正能证入的，上根立智啊，中下根性的人入不了这个境界啊。为什么？中下根性虽然《大放光佛华严》是自性本具的圆满功德啊，为什么一切众生还有上中下根呢？这个上中下根从哪里来的？本来没有的呀，是因为你的前身不同，你的前叫上根，你的身下根啊，是根性不相同啊，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迷的程度，从这上面产生的差别。由于迷惑，又产生了分别执着。这个执着就是我们常说的放不下了。放不下了，当然你就入不了佛华严。佛华严就是一真法界，佛华严就是极乐世界，你没有办法弃入啊。上根立志的人呢，不必等往生啊，已经享受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现前就享受到。上根人呢，这种人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或者我们说的浅显一点，大家容易体会。现在我们还没有往生，已经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气氛了，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气氛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实生活环境之中。上根人，谁是上根人？烦恼轻的人，执着轻的人，妄想少的人，这种人就叫做上根。华严经的当机者，也就是佛讲华严经对象是谁呢？古大德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的，化身大士，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没份呐。化身大师在大乘语言教里面初住菩萨啊，初住以上，这是华严正式的学生啊。我们今天是旁听生啊，不是正式学生啊。
原教初住菩萨，世尊在经论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多，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无明也破了一品。见思烦恼断了，简单的说，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执着。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执着的念头，见思烦恼没断。而最严重的执着是执着这个身生活，我执嘛。你还执着这个身是我，你是凡夫啊，六道凡夫啊。聪明人呢，他不会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那我们要问，华严会上这些佛菩萨、化身大士，他有没有我？他有我。什么是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很难懂，我们用个比喻来说，我们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比喻成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是什么呢？我是这个身体里边一个细胞，你们从这里体会啊。我们凡夫把那个细胞认为是我，真正人忘掉了，这叫迷惑颠倒啊！他们觉悟明白了，知道整个身体是我啊，细胞是我的一部分。我们上一次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看到这个青州出土的佛像，里面有好几尊毗卢遮那佛像。毗卢遮那是华严经里面的佛，化身佛。我们在毗卢遮那佛袈裟上面看到了。这个袈裟我们出家人披的衣服，各位看一个一个的，每一个大小一样平等，每一个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故土，故土就是一尊佛的教区三千大千世界，你说每一个就是一尊佛的佛国度行啊，每一个代表一个华严经上一个不同的族类。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前闼婆这一个族类啊，其实代表这个，然后这一件衣披在身上，岂不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己吗？出家人呢，我自己也一样啊。大这个一大了40多年了，不晓得这个一什么意思啊。只是前面老和尚告诉我，这叫富田一，看那个样子好像是田的样子。什么是富田？不知道。我这次看到这个表法才恍然大悟啊。这个念头是真正福田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不会再以这个身是我，一切众生是我。一切众生做的好事，我做的好事啊。一切众生受的苦难，我遭苦难。
思想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边跟我们往来最密切的印度教、回教、犹太教、拜火教、锡克教，我们往来很亲密。他们对我们的做法非常赞叹，我们心量很大，他们办的许多慈善机构，我们都去帮助他。我跟他们讲啊，无需要赞叹，你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不是二。这个话他们听起来还是很难懂啊。为什么难懂？他没有入这个境界。他是你跟我是有分家的，有界限的，我们是你跟我界限没有了。我真的通了，等到他那边再通了，那就得大圆满大自在了。怎么通呢？一定要靠教学。要把这个理念灌输给他，解释他的经典。这是佛家常讲吗？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佛的经没有一定的讲法，世间所有一切经论都没有一定的讲法，活的。所以你界限没有了，任何宗教经典呢，你都解释的圆满，决定没有矛盾，决定没有冲突。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矛盾、疑惑、冲突从哪来的？从自己不通来的。自己不通啊，自己迷惑啊，自己在那里妄想分别执着，才产生这么多的弊病啊，引发这么多的灾难啊，冤枉啊。我们这一生有幸的人生闻佛法，有幸读到佛家这一部圆满的大经。我们现在称经论，外面人听到很刺耳，很别扭，不习惯，总一听到这个名词就叫宗教，我们得换个名词，这一部圆满的教学，圆满的课程，这大家听的就容易接受了。那辨别名词就行了吗？那还是一样的东西吗？这是什么东西？这释迦牟尼佛教科书，教学生的教科书。书里面讲的是什么？书里面讲的是大圆满、大自在。大智慧，这大家好懂了，都愿意接受了，都很想去读一读了。要说是什么经，大家听了摇头，不愿意接触。那么我们这种说法叫应机，绝对没有违背理论。是契机契理，我们才能够帮助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觉悟的人多了，下面讲于众生安乐解脱门。
觉悟的人呢，能够帮助那些没有觉悟的众生，帮助他们得安乐。帮助里面要知道，最重要的是教学。教学里面最殊胜的是九个宗教，不同的宗教在一起上课，这是最殊胜的。我们的目标希望能达到，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讲堂九个宗教的信徒都在此。我们讲经不一定用这个教材，可能选别的宗教经典来讲。不管选哪个宗教里面来讲，内容都是大方国佛法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过去在台湾教过天主教，那个时候于斌主教还在世，天主教亚洲主教团在辅仁大学后面多玛斯修道院，那是台湾最高级的修道院，办了一个东方精神生活研习所，他请我去讲佛教精神生活，讲这个科目。学生都是神父跟修女，我跟他们结的缘很深。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很感叹的说：“你们请我讲佛教的东西，很遗憾，应当请我来讲你们的圣经，讲你们的玫瑰经，你们的利益更多。”他们的经典我常常读。所以用他们的教科书，我们来探讨，来学习宇宙人生的真相。对于这个问题讲的最透彻最圆满的确实是佛经。佛经分量大了，这是哪个宗教比不上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世出世间任何事情，可以说是观察入微也。了解的透彻。将自己的心心念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不仅如此，更殊胜的是将这个身体跟宇宙虚空法界也融合成一体，四四无碍啊。心理跟宇宙融合成一体，那是理四无碍。身体跟宇宙融合成一体，这是佛境界。我们跟他们讲神的境界，上帝的境界不弃入他的境界，
我们怎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受用？佛境界这个意思大致上明白了，这一切这两个字范围就广了，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声闻缘觉，一切六道众生，没有一个不在佛境界里，只是他自己不觉而已，并没有离开佛境界。所以一真法界在哪里？一真法界就在十法界里面。十法界跟一真法界是融合在一体，一个整体。觉悟的人，十法界原来就是一真法界。迷的人，一真法界见不到了，见的十法界。所以这个里头实际上讲呢，只有迷雾的差别，而事实真相有没有变更？没有。迷是这个事相，雾还是这个事相，所以才说迷雾不二啊。迷雾不二是从事实真相上来讲，事实真相上决定没有改变，改变只是你自己迷惑。楞严经上世尊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言若大多，迷头认眼，我们世间人也常常有你头上戴的帽子忽然一个紧急的行动叫你服装要整齐，实际上你帽子戴在头上忘掉了，到处找帽子在哪里，有没有看到？在你头上所以事实没有改变呢，只是你迷了。六道凡夫就是如此，大放光在哪里？大放光就在你头上，你不知道到底一天到晚去找到哪里去找？怎么找也找不到不知道大方广就是我们现前生活的环境离体是大了，现象是方，是方啊，作用是广啊，就在现前呢，根本就没有离开你是觉悟了，你的日子就是佛化缘。佛化缘有没有改变你的现前物质生活呢？没有改变。你的富贵生活还是富裕，贫穷生活还是贫穷，并不是说，一入境界了，贫穷马上就变成富贵了，不是这样的，那就完全错误了。还是一样的生活，但是精神生活不一样。比如说你没有物质钱，你的精神生活苦闷。贫人很苦啊，富人也苦啊。过有过的苦处觉悟之后落了。穷有穷之乐，富有富之乐，都落了。那个乐没有两样，决定是平等的。物质上贫富没有挂在心上。那个很清楚。物质上的贫富是怎么来的？业因果报。
啊，但是生活的快乐那是绝对没有差别的啊，所以这个是达到的，这真正平等的啊，对于宇宙人生啊，想法看法是一致的，在平等的。那么这叫善如啊，这个善的意思深啊，所谓善如，如的痕迹都找不到才叫善，如果有个痕迹就不善了。啊，怎么痕迹找不到呢？融化。那我们用这个形容词，诸位去体会，融化没有痕迹。啊，痕迹从哪里来的？痕迹从妄想分别执着里来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痕迹都找不到啊。哎，一修行正果，正果的痕迹边际都找不到，这叫善如啊。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懂得佛法的修学，只是做一个转变啊，事出世间任何一法都是不增不减成佛了。我们要问他智慧是不是增长了，烦恼是不是减少了，给你说烦恼少智慧长，方便说不是真话啊。这个方便说是什么呢？你也懂，你能够接受，嗯，听得很欢喜。要跟你说成佛智慧也没增加，烦恼也没减少，你就迷惑了啊，那是给你讲真话。那么你做烦恼呢？你现在做凡夫呢？你做凡夫的时候，你的烦恼没有增长，你的智慧也没减少。这个话说呢，你不懂啊！啊，所以佛要用俗地说，换个话说，说方便话了。烦恼长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用这话来勉励。其实为什么说烦恼没有增长，智慧没有减少？因为烦恼跟智慧是一，哪有消长呢？烦恼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烦恼，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所以说不增不减啊，这个话说我们不懂，你是不懂，为什么呢？你迷了的时候智慧就变成烦恼，悟了的时候烦恼就变成智慧，关键在迷悟啊，事实上没有任何变化啊。悟了的时候，哦，通通叫智慧；迷了的时候，全部叫烦恼。啊，换个名称，还是一桩事情啊。你现在生种种烦恼，你要晓得，在佛那个地方是种种智慧。你烦恼有多少，他的智慧就有多少。啊，烦恼无边，智慧也无边。
只是一个转变。所以佛教初学，初学你迷得太重，你还转不过来。先劝导你，转恶为善。小乘经典偏重在转恶为善，帮助你决定不落三恶道啊，不会堕三途啊。真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实，消灾免难。今天讲创造美好的前程，这对人说的，这不究竟啊。大乘佛法教学的中心，转迷为悟，这是真实的教学。悟了，烦恼就成菩提，生死就是涅槃的。生死跟涅槃一桩事情。悟的时候叫大涅槃，迷的时候叫生死。其实有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生死。说决定没有生死，你迷惑了，你又不知道怎么办了。事实上真的没有生死。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你才恍然大悟，真的没生死。事出世间一切法，就像中观论上所说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这是事实真相啊！觉悟的人明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哪里呢？就在生活当中。所以禅宗开悟的人常说，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六根所接触的，无一不是。这个境界里面就叫了生死，了什么？明了啊！生死这个现象是一回什么事情？真的明了了，真的清楚了。可是那个生死的相有没有呢？相有，相是什么呢？相即非相。金刚经那个公式很好啊。生死者，即非生死，是名生死。你这公式套一套就很有趣味啊。念多了，念久了，豁然开悟，你入这个境界。真的明白了，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怎么回事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心真诚，你用心的真诚心。所谓真诚，就是没有妄想，也就是说佛家讲的是没有无明，你就先真诚心，心里头还有无明，还有妄想，这心不真诚啊。那么你先清净现前了，
平等心现前了。我们今天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因为什么原因？烦恼，有分别，有执着，所以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有执着就不清净，有分别就不平等。诸佛菩萨真的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的心真诚清净平等。他那个心的样子是智慧，是慈悲。智慧慈悲是他的形象啊。真诚清净平等心是什么样子？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悲。这是样子啊。我们通常跟大家讲解用这种方式，在佛经里面呢就有一句话，发菩提心。但是说发菩提心不好懂，我们改变这个说法，大家容易体会，容易懂得。所以诸佛菩萨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就是一个转变。不真诚、虚妄的，我们讲虚情假意。六道众生全都是用虚情假意，把虚情假意当作自己的真心，根本上的错误。从这个先起作用，你喜欢人假的，你恨人也是假的，他会变，恨几天他又不恨了，后悔了，爱几天又变成恨他了，恨透了，千变万化，这假的不是真的呀。所以这虚情假意呀、觉悟的人，佛菩萨对待六道众生看的都很好，你说真的好，你说假的好，反正全是假的，不一样是真的。绝不把你的这个话放在心上。为什么？你全是虚妄，漂浮不定啊。我们要能够学佛菩萨这种心态处事待人接物，你说多自在。决定不要执着。唯有佛菩萨用的心是真的，永恒不变。你尊敬他，佛菩萨慈悲爱护你。你恨他，他也慈悲爱护你。你怎么样去破坏他、陷害他？用种种毒辣手段对付他，他还是那么样慈悲爱护你，绝对没有改变。这是佛菩萨。我们千万不要想错了。我天天念观世音菩萨，念普门品，现在听说念阿弥陀佛了，不念他了，观音菩萨得罪了，恐怕他要怪我。你把观音菩萨看成六道众生了，巴结他就喜欢，不巴结他就恨你，你这叫侮辱观世音菩萨。你把观世音菩萨看成你自己一样的，这大错特错。所以一切诸佛菩萨面前，我们要改修一个法门，改念一尊佛菩萨，他不但不会见怪啊，他鼓掌啊，欢喜啊。为什么呢？念观音菩萨是念他，念阿弥陀佛还是念他。
啊，你念耶稣基督也是念他。他晓得虚空法界是一不是二啊，念哪个都一样都行。你分别他不分别嘛。他都欢喜赞叹。啊，所以善如这个善就是个改变。念头上的改变。观念上的改变，思想上的改变，啊，一定要转迷为悟啊！啊，转不是在经教读的时候你转了，在心理上做个转变。啊，我们现在听的，虽然现在还不能够深入，不能深入，我们就要做。你要不肯认真去做呢？你永远不能起悟境界啊！我知道一分，我就做一分；我知道两分，我就做两分。我一定真干，你才能够入啊！啊，初学一定要勉强啊！我可以说。学佛的第一天认识张家老师啊，我学佛法第一天亲近他老人家了啊，我看了一些佛教经典呢，我觉得是不错，很好啊，所以头一天跟他见面，这第一次跟出家人接触，我向他请教，不是有什么方法能叫我很快的入门？他教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我向他请教这两句话意思，我能懂，从哪里下手？啊，他叫我布施。当天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送我到大门口啊，拍着我的肩膀，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他老人家六十多岁了啊，很亲切地告诉我，我今天教你六个字，你好好的去做六年啊，回去真干呢。没有听他老人家教诲呀，我们的确很小气呀，很吝啬，自己东西怎么会肯割爱给别人呢？实在讲，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清苦，我一生最喜欢读书，所有的钱，这个薪水呀，通通都买书了，而且我的书非常爱惜，别人想借，决定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你借去会把我的书弄脏啊！听到老师教诲呢，要布施，好了，那就可以借了。人家问我借的时候，我就借给人家了啊！弄脏了嘛，也就能忍耐一点了。到慢慢养成习惯呢，我的书可以送人了。先送人说我看过的，也旧的送人。到最后慢慢养成说新的书我还没有读完，别人喜欢我可以先送给他的。先借给他，先送给他。这就是转变了。你要真干，你不真干，你永远不能够起步。所以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更看破。于是我才明了，佛法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呢，一直到圆满菩提。
啊，你看到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放下，这是圆满成就。所以你要不能够真正放下，你的看破是假的，你并没有看破。啊，换一句话，看破就是你对于理论上真正透彻明了，但是你没做到，你不能落实。啊，所以《华严经》上这些诸佛如来给我们表演的啊，这些神咒啊，千塔波王都是如来的化身。他们表演给我看的，让我在这个里面看破放下。啊，然后你再深入的观察，观察到我们周边的环境，所有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哦，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这个绝对不是说我把他们当作诸佛如来，那当作这当中隔了好多重了，不是真的。哎，这是你自以为如此啊，不，它是真的，绝对不是当时。啊，怎么是真的呢？唯心所现，心是如来；唯识所变，识是诸佛。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不是唯识所变？所以你从这根本上看透了，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没有一样不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即使诸佛如来变现的，他不是诸佛如来是谁？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日常生活的十个纲领，你通通能做到了，你就入法界了，你就入佛华严的境界了。大经里面世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够圆成佛道。什么叫普贤行？普贤行的观念跟菩萨不一样，行法跟菩萨没有差别。啊，就是思想没有差别，观念上有差别。普贤菩萨是看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就这点不一样。啊，所以他那个礼敬诸佛是平等的礼敬，绝对没有差别。啊，对释迦牟尼佛的礼敬，对毗卢遮那佛的礼敬，对阿弥陀佛的礼敬，对一切众生的礼敬，绝对是平等。稍有差别就不是普贤行。啊，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人对佛也会礼敬，阿罗汉也会礼敬，辟支佛也会礼敬，啊，菩萨都会礼敬，但是跟普贤菩萨的心不一样。啊，普贤菩萨是真诚清净平等心。这是我们要学的。啊，华严经在行门上讲，实在讲就是最后戒归道，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这个二十条贯穿全部华严的行愿。啊，我们抓住这个纲领，这叫善入一切佛境界。
与众生安乐的善待一切众生的。佛眼看众生啊，你一入佛境界，你就是佛眼看众生了。这个里面不但是转迷成悟了，已经转凡成圣。这一个转变，实在说要用往生净土转凡圣同居土为十报庄严土。我们念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而且往生决定得自在往生。你有没有业障呢？你的业障全消掉了。你断卧修善消业障是消之业之末，你这个观念转过来消业障是消根本的。把一切根本业障所以善导大师讲的话，在这个《观无量寿经注解》讲的话非常有道理。他告诉我们，众生修学佛法的成就，总在于语言不同。我们听了这句话，非常的受用，真的是语言不同。我们有缘遇到这样圆满的教学，我们懂得了，那你的成就当然就高了。有很多人一生遇不到这个经典，不懂这个大道理，虽然照佛经一般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断卧修这修善，成就并不高啊。他不懂得从心理上的转变，他不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不知道芸芸众生就是诸佛如来，所以一天到晚还恨这个佛，讨厌那一尊佛，还干这种事情，所以他怎么能成得了佛呢？这个一切恭敬呢，他做不到啊。我们真正通达透彻明了了，今天呢就是如何把它落实，落实要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去打仗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把自己的贪嗔痴慢，嫉妒障碍这个念头扫除得干干净净，以纯正清净平等恭敬心对待一切众生，我们就善如佛境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